姜玲乐是一位典型的独男，一直都是翻 IT 部门，因为最近开了一间咖啡，里面有最新的电子科技，所以公司特别派了姜玲乐来做相关支援的工作。先生，我在这里借着衣衫不整的。那你这里规定给了什么？我们这里不可以穿牛仔裤，还有不可以穿拖鞋和凉鞋。那现在没问题了吗？好吧好吧，有个骑呢挂入去，麻烦各位同事留意一下。知道知道。你好啊，我是 IT 部派过来的，我叫……我知道你叫边个边个嘛。啱啱入到嚟，睇到啲咩啊？好靓嘅咖啡。零分，重作啊！你仲睇到啲咩啊？仲有靓女，好多靓女同事。呢度系向上流社会流动嘅地方，各阶层嘅交汇点，人生嘅三叉口啊！吓，睇嚟都系唔明。过嚟睇下你啱做啲咩？我哋呢度最出名咧就系 Racing Specialist 嘅女女。如果你喺度做嘅话咧，佢哋就系你嘅同事啦。介绍下自己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Racing Specialist Isis。我是 Racing Specialist 阿雪。平时你哋做啲咩噶？平时我哋都要主持呢个 Racing 101。Racing 101专为一啲唔系好识赛马嘅朋友而设，简单浅易咁介绍赛马知识。上完呢个班之后，你就可以全面掌握赛马规则，更加可以非常简单咁拣选到自己心水马匹添。就好似啲股评人咁分析下啲图啊、数据咁，好多嘢要学噶。你知啦，副杠呢啲嘢唔系人人有噶嘛，咁就要学下苦杠啊。诶？你几多腰痕都知喎，30腰都几 fit 啊！上半身着白色衫，下半身衬白色裤，我真系好少见人咁着。白色咧真系好虾人着噶，仲有少少似以前啲校服啊。Next， 我今晚 book 个台，点都下啦啩？你问到达哥未啊？喂，又系你啊，陈生。错啦！你啱啱见到嘅只系我妈生嘅细佬，你哋都知条片冇咩 budget 噶啦。啊，介绍下先，呢位系我哋首席嘅电子虚拟竞技操作、智力与反应对抗对战高级专业人员 Vivi。同我做一次，虚骑马，虚到尽。嗱，呢部咧就系我哋虚拟赛马装置，咁咧你就可以亲身感受到骑马师系点骑马噶。哦，打机咋嘛？够唔够胆同我打翻铺先？嗱，我而家俾最後一次機會你，如果你唔 pass 咧，你就同我去洗廁所，逐個逐個洗乾淨佢。你識唔識講難？識少少啦。講呢場聽下。大熱門巴基之星睇佢表演啦！好，一開閘嘅時候見到前面快嘅馬外檔立得狠啊，內欄位置黃山威力。升啊！得啦得。算你有少少熟，啊，好好地做啊。